听到我有一个客人很厉害，他说老板，我看你都我来好多次都没看过你效果。他说来老板笑，这样的。我们老板，我们这个姐姐平常都没在笑。他要打开开棺才会笑。哪一个？你哪一个比较好举例的呢？就是没找我。开关一打就松点了。对啊，你要找些我们像你要找我跟瑞豪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白木土的。又来了。白木土。来，多喝一点。如果刚刚听。